先打卡牌，一级就上去干，换血不亏。我 A 小兵能回血，中单造型玩的就是莽，能E到就直接E。对面最好来抓我，一级来抓我的可能性不大，最少要打完红或者剩三级再来抓我吧。强二上去捅他，很小心，不进了我E的范围。他补刀我就有机会的，就有机会E上去捅，只要能打起来就是赚。我有被动可以回血，卡牌没有回血技能，要不要等三级再杀他呢？我状态不是很好了，再吃个兵升三级，一级 AQ 接 W 挂点了，死亡闪刺激的很。剑圣不知道会不会来抓，来抓的话我有个饼干可以玩死他。来了，闪现 Q 的跳飞往后拉，再一下往后拉，让小兵耗他的血，等我 Q 技能，闪现一 Q 舒服啊，极限双杀。哦，死无生，直接走卡牌，完了，再次回到现场。现在有个吸血鬼结账，可以做到耐线不走了。气垫神弦加饼干回蓝，吸血鬼结账回血，逮到机会就一上一头。从不退缩，不要，差点把我头 K 了。这个兵线要不要控一下？感觉控不住了，那直接推过去吧，炮车没漏就行。身上有个蓝 buff， 不知道剑圣会不会想拿回来。多希望剑圣经常来抓我，打得凶点就是了。尽量把小兵控在塔前，进塔的话就能给卡牌吃。吾王之命，我不想给卡牌吃。一级 AQ 加 W。A， 斩杀先到了，我要在小兵进塔之前把卡牌杀了，直接一上去捅，没死。剑圣来了，剑圣移速比我快十点，他肯定能追上我。别这样啊，兄弟！他妈的，真哈你呢！我俩都是残血，我有红 buff 可以回血。一小兵 W 又没死，他想杀我，等我下套技能。只有行动。再一小兵 W， 这次死了，然后把兵线推过去了。我残血双 buff， 剑圣够不够胆过来找我，把我的双 buff 拿回来。状态已经回上来了，皮呀，没有来抓我的意思，我吃塔皮他都不来，从未破灭，那就继续吃，吃到来人为止。就是不来抓我，卡牌应该活了。随后枪出如龙，黄牌不给你，他在塔下，不好意上去。卡外一个人肯定不敢进我身了。虫子这边打起来了，支援一下。卡外也来支援了。阿维亚他们肯定打不过我们的，我一打二都可以。剑圣。W， 一级 AQ， A， 跳飞 A 一下 ，A 两下 ，A 三下，直接死，再回去对线吧。他蓝牌用了，但我碰不到他，那就只能吃兵了。
小编能不露就不露，露了就是钱呀。我现在贪欲的钱够了，我满状态并不是很想回家，多打点钱吧。我出装备的话，剑圣就不敢抓我了。他这该用 W 补刀了，兄弟们。半血，斩杀先倒了。他不止钥匙的。强杀吧，找机会。小兵不进塔，我不好强杀，除非他进了我一的范围。塔下回城，又取消回城了。一接 AQ， 烫死了吧？闪现了，但他还是死了。现在3200块钱。勇往直前。剑圣会不会找我？我这个状态，卡巴可能会飞大过来。吃完这波炮车兵再回家吧。回家进个货，进货出来以后，那就不是一打二那么简单了，最少一打三。我家给你双的。贪欲出来，现在9分23秒，对面上下两路是没有时间来管我的，还在对线期。只有卡牌和剑圣的话，他俩管我就是送啊，塔下我都敢强杀的。不敢抓我，塔皮就拱手相让吗？卡牌来了，胜利在呼唤，塔不敢守，他不进了我一的范围。 W 抽他，没抽到，没抽到，我要一闪一捅了，一好了，但我残了，没事啊，回血超快，只要给我一波兵就能回满。他有黄牌，他想骗我一闪去。小兵来了，小兵就是我的血包呀。剑圣看到我残血不来抓一下吗？卡牌走了，支援去了吗？不要他了，这个时候还有功夫支援。在这里剑圣来了，想杀我呀，一上去剑圣，他进塔了，等我下塔进的冥想，等他冥想结束啊，你不到了，勇往直前，又冥想，小兵进塔了，看你敢守塔吗，兄弟？先攒 GVQ， 然后一三 QV 接 W， 这平 A， 一百四，再回头吃塔皮。只有行动才能说明一切。卡牌现在火了，直接开机走，想杀我 ？AQ， 一三 A， 跳飞机 W。300块钱，他怎么还值300块钱啊？进军！你们说剑圣还敢管我吗？都来抓我，都来抓我！心有不甘，守塔。这点血的塔，他怎么守得住啊？直接开他砍是吧？一闪 QQ 接 W 击平 A， 先主持塔外，再回头拆塔。有小兵，我血就能回上来。3400块钱，是觉得哈，破败可以做出来，然后再出个护甲鞋，扇子吧。他想干嘛？想留我？留我干嘛？留下来又能怎么样？剑圣卡牌都来了，好勇啊！他们失误了，不影响。都是残血，跟他换了吧，刚好回家去装备。闪现去啊，烫死了吧，烫死了。贪欲破败出来，虚血两件套，虚血更猛了，兄弟们，而且伤害也很高。嗯，不管我吗？不管不行的呀，
不管我就是掩耳盗铃。扇子吗？卡牌。两个人，两个人管不住我。妈宝龙也来了，三个人管不住了，得来五个。他们想修我，我谁都追不上。一个有闪，一个有急走。非要练我一下，不练我不舒服是吧？卡牌怂了，不耗我血了，不管我了呗。只要有东西给我 A， 我就是满血的。这波冲动了，红青雨出来，现在三千套，坦克也顶不住我伤害。红青雨专打坦克，四个人，我好勇啊，兄弟们！他们只要停止一下对我输出，我血就回上来了，把我控到死，我才没办法。是啥？给个五杀呗，兄弟。他有闪现追不上，我是不是应该打出神秘代码呀？不懂事啊，不给五杀一点办法都没有。五杀断了，他们其他人复活了，直接放弃了，不出来。基地爆了，游戏结束。